柏林时间伽里叶歌剧院 Opéra Garnier 通常也称为巴黎歌剧院。这是惠灵时间关于巴黎歌剧院的第四期节目。我们现在呢是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之内看到这样一个微型建筑模型，可以完整的看到巴黎歌剧院的内部结构。巴黎歌剧院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它总共有2000多扇门，钥匙7000多把，地下暗河6英里，整个歌剧院呢占地3公顷，有7层楼之高。它的音乐厅美丽恢宏，充满了艺术气息，共有2000多个座位。中央的枝形吊灯重量超过6吨，庞大的舞台可以容纳多达400多位艺术家。它从1875年到1989年都是巴黎歌剧团的首要演出场地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就要离开巴黎歌剧院了，继续参观博物馆。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一幅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的作品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